就是同时好几个大哥都喜欢他，都给他使劲刷，这些大哥图啥呢？竞争，为了竞争，就跟打游戏一样的，好，就是刺激，占有欲强。就跟那个抢地盘一样，看谁厉害。有的直播间只有几个人，哪有自己人去刺激大哥呀？人那么少，又不是人多的直播间。是八个儿子，那多好呀，那么多儿子。现在就关注哦。江苏，我是江苏的，江苏。白嫖看看，乐呵乐呵就得了。你是挺想得开的。又白看了，又开心了哈。欢迎人生，大家中午好，马上要吃中午饭了都要，还没破万，我要吃中午饭了，还没破万，万都破不了。有没有好心人帮我破个万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好心人帮我破个万呀？站起来看一下，你刷个车嘛，站起来看一下。谢谢关注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